你两头。到，你到多久？好了。难他会好少。有他妈是。爱死。我们队友到底是哦，我不行了。我们队友到底是，我刚看到那一滴刮过去，我心中有个不妙的感觉。没事没事，我还能赢。两个不死，这游戏就不会输。梦不醒。你先走出去，知道。逃命了，逃命了。拜拜，三军。哪个三国？玩猫吧，嗯，看情况。哎，我感觉可以玩猫。玩猫吗？哦，行吧，来玩猫吧。真三国无双八吗？有定版。都没刷那个队。他一只兵帮我推，他两只兵，再还有一只。我要出事。靠你，靠你，靠你！哎，是。A 个盾 ，A 个盾，有没有盾？有没有盾 ？A 不 A 出盾来？就死了吧。哦，还有 TP， 因为进来。进不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抽掉了，抽掉了，抽掉了。刚刚那个进来的 CD 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有出来点他的。所以我到底要主 Q 还是主 E？ 主 E 吧，没有在主 Q 的吧？有主 Q 的吗？其实我不知道这英雄到底主 E 还是主 Q 应该主 E 吧。主 Q 被打到很痛，不是吗？你打到人吗？进来。完蛋。打了。没事。猫咪主 Q 哦，猫咪主 Q 就是，完了就 Q 吧，那就把 Q 带蛮准的。其实我本来不想推的，算了，推吧。那克是你带的？你们这也是翘课避难所，要翘课哦，该上课去上课哦。嗯，你在打脸自己吗？我去上课啊，好像我没去上课一样。可以跟我一起一点。欸是可以打的，当然是可以打的啊！
如果想省的是，还是看省略。欸，他如果等下跳舞，你要出来哦，不来我才不会被孤立哦。你要大到你出来也可以开。刚刚是因为他孤立我了，所以才被秒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所以我在你身体里面也算孤立啊。嗯，对，你在我身体里面算是一个人。所以你只要下路，其实都是一个人作战，是吧？猫咪是个鬼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会。哦，五秒。别出去吧。还是有补到，他是不是在附近啊？可以，很奶。虽然我才点两等，这两等主张应该可以吧？奶，好不好？很奶。哎，我本来就奶大。呵呵呵呵，我本来就奶大。猫咪角色很适合你玩。我可以打了，弱吧。但我忘了按顺序，对不起，不能进来。我刚才没被治愈到，要不然 AD 都没有帮，不是帮治愈。跳回 AD 帮你。
一定没上。走得好慢，走得好慢。没有人载你走超慢的。走得好慢，看这跑速也是没有谁。他不可能坐在这吧？然后给下去。然后我隐身回应，完全不要。看一下我们战况，打起来。他没闪，不信。还好，刚刚被控到了，站着他们。走。没办法。这没办法，下吧。拿小。听起来还可以。标准好大哦，你小心，不要劈死。放了放了放了。完了，冰奶了。没穿鞋很悲哀。我有穿鞋啊。哦好，跑得慢很悲哀。跑得慢吗？或许。接头是吧，难道哎跑得慢的悲哀。看到鞋好近一点点。拉一下，都不能打。再跳上去吧。好像十一级。那把有吗？那把。后面哦。
秒钟，给我五秒，要多久？好了。不行啊，算。等我五秒。好。加好好。嗯。那幸亏真的没有定在塔下被塔打。十秒才有大 OK 吗？退一波吧，退一波。到处是真眼，这还是真眼，那我们去。他们要打，先出去开大，别开大。因为我们要先骗个风向出来，所以你要先开，然后我再开。突然走人，大美好了，先把这里先把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哎呦！二十四秒大，你有大的吗？嗯。你的清晨前刚刚那样插完，应该都是大的计算。啊。是我。我反打一波。没压数，你可以直接打。大号多久？啊。他大号 CD 多久？六十分。他死了，进来我身体了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漂亮，挡了一个一，然后再进来，可以。哎呦！哎！哎！啊，最后一波没进到。他们突然一步，敢点我？哦，还好。好稳，我这组合有感觉到吗？嗯。打得好爽哦！干 AD 终于有体验了。不会打波了。躺出三，别跳了吗？出手比阿卡利亚要高。看，这到底是三星小啊？